现在时间是早上的4:22，我们要准备去小港机场坐飞机。Hello， 大家早，欢迎回到起真一包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4:22。我在小七买了早餐，这是我的行李。我们要准备去团里面，然后搭公车，不是公车，搭公家的车去小港机场坐飞机。太早了，整个断线，你看天还没亮。啊，美好的早晨，希望大家今天有愉快的一天。OK， 我们出发了 ，Let's go。大家都非常的睡眼惺忪，希望待会登机顺利。大家等着登机喽，杭州见，上海见，上海见。推车来推他的手提行李。OK， 我们从高雄飞香港，然后从香港再飞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拉车到杭州，所以一大早出发，大概要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然后才会到达目的地。啊，到了再说吧。杭州大剧院，我们来参访一下，但是我们不是在这边演出。杭州大剧院前面有一个大超级大广场，然后这边有个超大的水池，感觉应该是有水舞的感觉。
我们终于要吃到今天的第一餐正餐了，好兴奋啊！看了那个灯光秀还蛮厉害的，都是在他们那个大楼上面。这里是钱塘江面，好大的一个江面哦，钱塘江，我们在钱塘江上，厉害啦。但是呢，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走散了，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。晚上9:05，我们终于到了饭店了。9:30了吧？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饭店了，还不错哎。再看一下，哎，呀呵，这是我可爱的戏，我老婆，大老婆，大老婆雅玲姐。房间还不错，还蛮大间的，蛮大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沙发客厅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环境。而且它是两张大床，厕所是一定要开的，也不算很大啦，但是厕所还不错，厕所还蛮美的。有没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木柜，然后干湿分离洗手间，如常，然后上面有个花洒，不错。好了，外面的 view 看一下。啊，这边就靠着大马路，对面就有足疗保健，太好了。今天一整天的就是路程，然后到了杭州之后，马上又去参观参访那个杭州大剧院，非常的充实。朝四晚九，终于可以回到饭店休息了。听说明天早上9就要出发了，那么就明天看看我们又会去哪里咯。拜拜，晚安。